知道夜市的土豆块为什么那么好吃吗？水开下入土豆，煮三分钟捞出，起锅烧油，土豆炒至金黄，再继续翻炒，加入一勺辣椒面，一勺孜然粉，一勺黑芝麻，99粒盐，翻炒均匀，撒上葱花即可开吃。嗯，真好吃。那是必须的，这就是夏天应该吃的呀。对，咱们都凉菜。那行了，我就拌吧拌吧。这个太好了，这份看着就高兴，特别好吃。嗯，真好吃。在网上学了一个用一层油搅拌均匀之后，空气炸锅180度10分钟，然后玉米撒一点白芝麻，真的超级超级好吃。这个甜玉米粒是自带甜味的，不用放糖都超好吃。别等炒着吃了，像我这样做个凉拌再放白菜，浸泡5分钟清洗，只需要再次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。别等炒着吃了，像我这样做个凉拌放白菜，浸泡5分钟，非常感谢。切好水清洗，只需再次搅拌均匀。